看镜头，镜头在前面哈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 ，Eric， 店老板，我们又回来了。Thomas， 我们这个镜头你看，管这么宽，对，无处可逃，无处可逃。然后刚刚又可以锁定美女，对，手动追踪。那我们帅哥怎么办？我们长得也很帅啊，对，他应该也可以吧？男女要平等啊。没错。对啊，丑的我们就不管他了，但是我们都那么帅。没错，我们要给广大的女性观众谋福利，来告诉大家这个镜头多厉害，多厉害！我们的镜头呢有 AI 的功能 ，OK， 所以今天会发生什么事，大家注意看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摄影大哥有在特写哦，对哦，哦有在，眼睛不要眨哦，眼睛不要眨、哦，大家注意一下、哦，可以同时刷一排爱心。现在是从左到右全部都看得到，但是没有特写，但是我们先来看一段特写，好不好？哦，来注意。哎，等一下，特写来了。哦，画面上有没有看到？哦、对，传说中的学霸大帅哥。然后呢，今天 Thomas， 当然美女也是跑不掉的，她也是要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个神秘的人物躲在后面，摄影大哥，摄影大哥，摄影大哥，他要持续保持神秘，先把他关起来。有没有看到？我这个画面是不是很不一样？来，三位演员看前面，摄影大哥往前照，大家才会看得到我们的特写。我们三个这样开会，是不是非常有临场感？这样子投放出去，跟另外一边的会议室或者是其他的观众，大家就会看到我们三个在高峰对谈。没错、嗯，就不是一个远远的一个镜头，然后看不清楚的小人头。那个视讯会议哈，最重要的是要看得到脸，这样才有温度嘛，对不对？嗯、看到表情，对，才会产生人与人的连结，有没有？对，对，所以脸部表情特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。啊，所以透过我们的 AI 的摄像机，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当然啦，如果今天各位还是想要那个能够有美女追踪的效果的话呢，其实也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你看美女又出现在镜头前面，哦，好吧，又继续追，又继续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嗯，哎、欸，美女，你可以不要乱动嘛，我都还没设定好，有手电，我还没设定好，就一直跑，现在是给不给人机会啊？拜托一下哦，有这种，没有，美女就是这样，美女就是要跑给人家追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，这样还不行啊，难怪我都追不到，对。你一直坐在椅子上是追不到的，对，难怪我都追不到，要直接到他们家门口去堵的，没错、啊嗯，再怎么跑他们都会回家的，对，好，哎、欸，好、okay ，你可以开始跑了，继续追哦，对，继续追，继续追，哇，跑再快都追得上，哦、各位单男的。哦、如果你追不上美女的，就买这个镜头，永远帮你锁定。对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这是我这一两年来看过最好笑的镜头了，跑的最多的一次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先弄到这边啦，谢谢各位看到我们这个 AI 的摄像机，好不好？对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我们现场是不是再还给我们的 AI 达人AI 达人和练老板？OK， 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说句话，拜拜。